好，请看下面，点夜灯以照人行，就是要点燃这个夜灯照亮他人行走在黑夜当中很难行走的地方，忽然有人慈悲地给予了一盏灯这就好像是没有眼睛的人忽然给了他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好像太阳要落山了最后把它挽回过来让太阳放射最后的一抹余光这样给予众生的恩惠是很大的是故有了灯光那眼前就看得明白，所以布施这个灯的人也就能得眼睛明亮之报。好，这里就谈到布施灯的一些善因善果有了灯，那他人就内心没有忧虑，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欢喜报。有了灯，就不会踏在污秽的泥泞的道路上，他就避开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洁净之报。有了灯，那这些狗吠碰到狗在那叫，它也不会恐怖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到无微之报有了灯就不至于任人怀疑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举动光明之报。有了灯就不至于跌倒损伤，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无病之报。有了灯就不会堕到这个悬崖峭壁枯井里面去，所以布施灯的人能得长寿之报你看这个善因既能得这么多的善报，所以这个点夜灯的人就不仅仅是照亮他人的行走，乃是利益他人最终还是利益自己。好，这是事项上说，如果再进一步的从出世间的这种法来说，世间人大多数糊涂生糊涂死，生不知从哪个地方来，死不知道去哪个地方今生落了这个胞胎，下辈子又落了另外一个胞胎，都是在无明的轮回当中轮转。那么这样就需要有一位觉者来给予慧灯的照亮。那么佛陀常常谈到因果的法则，三世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这个偈子虽然很平白，但是却把三世因果的真理非常直白地表达出来。你要知道前世造的是善因还是恶因，那你只要观察你今生的命运就知道命运很潦倒说明恶因多，命运富贵说明善因多那要知道这就是由果推因，由今生的果推往事之因，这是一种思维方法了那你现在要知道后世会有什么果报，那你就要观察你今生做了些什么，是善业多还是恶业多这就是由因推果
前面是有果硕因啊，那你知道后世的情况，就由今世之因推后世之果啊。所以这样的前生后世啊，就在这个偈子里面，恍然就有一盏灯来照亮啊。所以我们修行十善业道，这个灯就照之于升天的这个果报，受持五戒仁义就是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就是得人生的果报皈依三宝就能够照之，使他不如出生恶鬼、地狱、三恶道所以能够传扬佛法，就是点燃智慧之灯所以在供养三宝当中燃灯这是一个供养的项目，能得智慧光明之报尤其是在佛前燃灯都是功德甚大。现在有些寺院丛林也都在做这么一个项目。那按照戒律呢，佛前的灯油只能供佛，不能挪为他用尚且不能供养菩萨。那么凡夫呢，如果要偷佛前之灯，这就叫遮佛光明呢，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那下一辈子就感得失明，眼睛这个失明之报这还是花报未来会下地狱的果报。